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吃香干炒肉，配这个牛肉炒毛豆。悠闲香干，现在天气热，大家收了这个香干，一包里面四块，没有防腐剂啊，收到货就放冰箱冷藏，尽快把它吃完，口感会很软，很好吃。满足。拜拜。拌炒饭配萝卜干，没有放生抽，老抽也好好吃。无头的萝卜干好脆，最后19块有给大家发2瓶，配饭呀、配粥都好好吃。
拜拜。